嗨嗨哟，是嗨哟，大家好，我真的没有错啦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赖半个最后一集啦。对啦，因为这款游戏就玩的已经有一点差不多感觉，嘿，然后要继续玩的话可能会感觉就是比较贫乏，就是那种乏味那种感觉，所以可能接下去玩的话我就自己玩这样。那我们就走吧。这一个的话是 Beauty Material 哦，我找到了，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那一个拿来那一个回收那个垃圾的箱子，但是我们现在不够亲切，所以要等多一下子啊。但是它建在哪里啊？嗯，我们建在这里好了，就这里。少一个东西没关系吧？我们就建在这里，来建在这里，建在这里好了。现在我们要等一下我们的那个材料，差一点点。那我看一下哦，我们的人 ，OK， 好，没事。这边还有孩子，还有孩子就好。我只怕等下没孩子什么的。协议通知哎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。我还想说他会自己循环，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在理了。结果发现，哎，原来有这种东西呀、啊。好，把那个给进出来吧。那么就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这边再打开，然后再做我们的那一个农场，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做，全部做出来吧。就把他们弄成一个完美的家，让他们可以好好的生活。这样，你看我有没有超棒的？好，应该 OK 了吧？有了。那我们需要水跟电，这样子 ，OK。然后水的话就只能这样了。OK， 好，做工吧。然后孩子已经生出来了，我们还需要更多孩子，一样的就按下去吧。即将。佳佳，你成长了，但是你天赋有点糟糕。算了，这样吧。OK， 好了。然后应该没其他东西了吧？这边我们也全部生完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全部生完了，我都不知道干嘛了，有没有？太少了、啊。哦，然后现在就是会回收垃圾，他感觉有点慢啊，会。这是什么 ？Go to research window， 这还是最高的哎，太慢了吧？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建多一个，有没有？之后要建更多的，不然的话太慢了，真太慢了。然后我们把这边给炸掉，大概这样 ，OK， 好，去吧。这样应该就行了，炸掉，然后我们那边是种水果，然后就 OK 了。我还是很。垃圾回收太慢了啦，太慢了啦，太慢了啦！抱怨抱怨，喂。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死掉了，现在就只能这样放，因为下一个死掉会是农夫，所以我们要放一个农夫出来。噔噔噔噔，每次都有噔噔噔噔。我看一下啊，我们的水果要放在 mid floor， 那我们就只能做 mid floor 了。这里很贵耶。OK， 去吧孩子。欸，其实我想想这边不用做，这样就行了。因为那边要做墙壁。OK， 去吧。好，我们的地上做出来了，接下来就是墙壁，墙壁 OK 了。那我们这边再建多一个这个。OK， 那我们就建出来吧。我们的水果只能建一个哦，那好吧，就建一个吧，没差。没差了，还是说这边还可以再建多一个？那我们建两个试试看好了，去吧。那你是需要电还是水呢？需要电跟水，好吧，电跟水就这样，然后就可以这样 ，OK， 好的。哇哦，感觉挺酷的。然后我们水果这个就放水果好了。耶、yeah ，这就 OK 了吧？水还没碾过去吗？水有啦、啊。难道说是要这样？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？有，好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再把这边的孩子再生多几个出来。天啊，孩子啊，孩子们啊，你们不要。那突然间又没人什么鬼的啊，
感觉这跳舞其实有点酷哎。哦，转转转哎，有点猛的感觉，有点猛的感觉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多了几个孩子，但是感觉有点糟糕。这天赋有点糟糕，你们的天赋也太糟糕了。等一下，你们天赋太糟糕了，喂，你们天赋太糟糕了，真的，认真觉得你天赋太糟糕了。Resting 睡，我觉得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的，哎，这个吗？好啦，我就放一个这一个，好像都没有这一个，对不对？放一个在那边。好，这是给他们运动的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给拆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打后面一点，大概这样。去吧，打来后面一点，那我们就可以做比较多的东西了。没有啦，只做一些些而已。我们再把这个给装上去。等等哦，要大家做好。OK， 好，拜托喽。那我们再把这个打上来，然后我们再放上我们的墙壁箱箱。OK， 那我们再放上我们的一些有的没的，就一些还没有放下来过的东西。这就放在这里好了，这里。然后我们还是一样要放沙发，然后再做多一个这一个，再做多一个这一个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应该没问题的吧？你们可以做运动，可以跑一跑，有没有？哦，15岁就要老了，我的妈呀，15岁就老了，真假的？好，这样你们就可以跑一跑，做一做运动了，有没有？我超猛。OK， 大概这样。可以了，那就不用怕说什么他们没有任务，他们没有运动可以做啦，有没有？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应该 OK 的吧，开心度，我现在是担心你们的开心度，其他东西我不担心。可以的可以的，他们担心度 OK 了，然后这样子这样子 OK， 到我这边啊，没电，没电有点糟糕，等等哦，我看一下啊。电的话我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先把一些东西给拆掉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好，这边先拆掉这一个我们要拆掉这一个，对，拆掉那一边先。 OK， 为什么有人死啊？哦，老死，好，没事，老死老死，我忘记他们会老死，抱歉。然后等等，我们就要放这一个了，这个好贵哦，500耶，感觉放不下，但是不放又不行啊，等一下我们没电没水什么鬼的。那这边的设施全部不能用了，可恶。等等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我们的这一个拿完了。这一个也拿完了，好吧，这真的有点糟糕。下一个在那一边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其他地方都没办法，我们好像只能下去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这边给扎过来先。OK， 把这边扎过去。OK， 先扎一扎先，然后我还在放地板。地板应该先不用放吧，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快死吧，应该啦，也许啦，或许啦，可能啦，希望啦。地板不用先放，然后我找一下那一个去下一个层的那一个东西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找到了，250，好，算了，真的算了，真的算了，垃圾桶就爆了，天啊，垃圾桶，我要炸爆垃圾桶了。下去下一层要250哦，各位观众。我觉得这边可以先关掉，然后我这边再粘接回来。等等等等等等哦，我们这边得到了什么教训你们知道吗？不要忘记做那一个什么啊，不要忘记留一点给那一个什么啊，
给下一层啊，不然你会哭啊。这边是哦，花掉东西下来，没事没事。我们又有那个小瓜出来闹了。哦，这边全部都要躲起来。OK。嗯，然后这个等一下又要拆掉了。天啊，各种没有了，好糟糕哦！我们就做成这样而已，这坏掉啦，修修理。有人来修了，那就好。我看看，我们需要多一个科学家，然后，你可以去煮菜，你就过来这里，你去煮菜。那你可以去当大手术了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发现，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才一个哎。那你去这个，你去煮菜好了啊，这样子，不要，这个去煮个，这个去这个啊 ，OK， 好，好烦哦。那我们再要生宝宝，我看一看，这边连过去，感情特烦，然后各种没办法用，有啦，我看一下我们的店，剩下一趴，就剩下一趴，就那一趴，那一趴不能乱来，真的那一趴不能乱来。为什么这边？哦，有地鼠哎、欸，我们不从那边好了，我们从这一边好了。这样子 ，OK， go。有地鼠的地方我们不去，有没有？两个厨房，自己有啦，还有东西啦，只是没有人在吃而已。那么就好。这边还有电啊，百外，我看看，这个电子连接这里。然后还有连接这里，有啊，都有复联啊，为什么你的剩下一趴，他的剩下那么少趴、啊？奇怪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点点才能过去，那我就 OK 了。好多东西坏掉哦 ，Why？ 快去修复吧，孩子，拜托你了。太多东西坏掉了，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农夫有五个。然后接下来要死的是打扫师，是那你要去打扫的，然后你去当农夫 ，OK？ 面对未来的死亡，什么鬼？哎，你们怎么进来的、啊？不要去！完了，还打得赢哎？哦，他打得赢一只而已，对不起啊！我才跟你说你不要去，你就去了，干嘛要去呢，孩子？外面是很危险的，刚说不要去，他就去了。现在的孩子真的胆子蛮大的啊 ！Why？ 然后我们需要我们的 production 这一个啊，100个啊，不够，我把这个给拆了，对不起啊，拜托了，把那个给拆了，不然我们的采样不够哦，孩子们，把那个给拆了，乖，快点。快点！咦，又来了，有拆了东西拿一下好吗？虽然说我觉得 OK， 我们爆炸了，真的，材料不足，100%不足，有点糟糕。要么就继续拆东西，然后让我们有足够的材料做东西；要么就等爆炸，就那么简单。真的材料不足，拆掉也完全不足。让我想想，我要怎么办？我们必须要拆掉一样东西的话，我觉得我拆掉这个也好了。反正你一定不到100，拆掉好吧？拆掉啊！你们这些混账做工啊！有啦，你看全部爱心了，有没有？娜娜果然强。拆掉它！天啊，等它拆，天都要塌下来了，我都已经融化了。快一点好吗，孩子？拆一个东西都那么慢，我到底有没有功能啊？好呗，我好像就一个工人，然后那个工人不知道在干嘛。喂喂喂喂！
我还是再请求一个功能好了，我放弃。去吧，孩子。为什么我们会从那边来啊？有，够了。那我们就先把它进出来。哎，等我一下，你这里。有，去吧，孩子。真的，快点。然后这边再堵起来。OK，Go。我们已经过了，44轮了，有没有？要到50轮，50轮就已经过了那个什么，是不是？50轮欸，要很久欸。还是我们玩了50轮就算了，玩了50轮就算了，感觉很久欸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又有人老了，爸，对，他老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是要老二是一个 engineer， 那我们就先拿一个 engineer 出来好了。天啊，呀，你不要跟我说一下子死掉很多人哦，会哭，我真的会哭。等一下，这有点糟糕。不管，你先帮我把这个进出来。你不要走进去！哦，吓到我了。他走进去，我们就爆炸了，相信我。我发现我们不够电欸，好吧，我觉得我们爆炸了，真的，我们不够电，所以没办法过去，然后没办法过去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不可能会有接下来的东西，没有接下来的东西代表是什么？我们已经要结束了，真的，这是一个轮回，你们懂吗？你们不懂，你看到吗？我人都已经死到七七八八了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集赖以半个了，因为我已经看到未来了，我们已经要爆炸了。然后今天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赶快找时间继续我找更新影片。然后这款游戏其实很不错玩啦，只是不要像我这样就是临时抱佛脚的才去找材料什么鬼的，要不然会害死人哦。然后今天就先到此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然后我们就下一集，没有再下一集啦，下一个系列再见哦。所以就加拿加。